什么口味？那个鸡肉加咖喱好不好？鸡肉还有啊，鸡肉咖喱加 cheese 啊 chicken， 然后加 cheese， 好，然后哎有辣吗？ spicy 有啊， OK， 你要加辣吗？哦、oh, no 小辣就好了。哇，好像很厉害。哦、oh, ，然后它就会砰砰的。哦、oh, ，你们有买过吗？没有哎、欸，第一次。人怎么这么好？哦、oh, ，谢谢。这个是在一中街的后面后半段这边。后来好像加了。对啊，而且它还有甜的，甜的也是不错，因为那种加炼乳那些不是也都不错。它的甩饼很特别。而且它是用就是炒锅的飞饼。对耶。很厉害哦。对啊。啊，另外那个在那个锅子那个会热热的、啊。哇，有闻到它的面皮香的感觉哦。对啊。来，我拿。你挡哦、我挡住你了 ，sorry。他好了。侧面。啊、两边也不亮。哦，感觉很烫，他就这样徒手这样。你看那个气质都融了。对啊。高丽菜。千岛咖喱，咖喱酱啊，跟鸡肉这样子。那时候把第一关通了，大概都没有。要加鸡什么？真的吗？因为我觉得这个它有加那个什么酱，橘色那种酱，咖喱酱不是？哦，没，千岛，对，千岛酱，千岛酱哦。你看，等一下看一下，蛮香的啊。还不错，但它如果菜跟肉多一点的话，就更棒。它有那种。哦，去吃印度料理的那种味道，我觉得有，然后它就但是有一点台式那种味道。看它的中文应该。你拿一下，拿一下，我拿给妹妹。拿一下。我拿，我抓着，我抓着。拿一下这个。哦。妹妹吗？因为我觉得它的中文很好，所以应该在台湾很久了， okay. 而且它会摆夜市哎。是不是？对啊，那我觉得好吃，其实这个利润也不错。这样子80哦，如果我们再加咖 cheese 的话，其实他刚刚送我们一片 cheese。嗯，对啊。所以他其实这样的话是90元这样一份。没有啊，80啊。70加10咖鸡肉70加咖喱80再加 cheese 90。哦，是哦。对他没错，他送我80。对。嗯、你看这个蛮香的哎，它的咖喱蛮够味的，看起来觉得好像还好。嗯，我再跟大家讲，它在
他在，我不知道这边要怎么讲。就在这个石头火锅上面。哦，就在这个石头火锅上下面，它就是那个131号，有没有？好吧，它很明显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它有。好不好？它有 LINE 跟 Facebook。它吃到里面的起司味道更蛮香的。它是，它有帮你用辣吗？没有，他说他好像是没辣啊，他说全都不辣，但他好像没有帮我加辣。因为刚刚你不是他问你说要不要辣的时候，你说好，他说大辣，对不对？他就跟你说大辣。嗯。对啊。因为他这样讲，我是会的。海哥真的很夸张，居然穿妹妹的衣服，小背心。对。好了，我们前走了。海哥觉得这样很舒服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前进啦。安娜好吃吗？好吃，两个都很棒。它饼皮蛮香的啦，它吃的超开心的。爸爸学起来。嗯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好？哇，这个是另外一个世界了。到底中间要多大啊？你们我是不是要买一个红茶冰啊？哦、好渴、哦，买个红茶冰吧。啊，要不要喝红茶？哦，哈，终于要跟我要钱了。不是。我看大家好像都在这，都是那种安泰红茶，觉得好像是应该。会不会雷？喝了就知道。喝了跟大家。可是很多人推荐跟报道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我之前讲，我也不是相信推荐跟报道这件事情。但有的还是很好喝好吃啦。对，大家来买来喝喝看。嗯。好，我看 TPPS 什么。全部什么都来，来喝看就知道了。它有分糖分，然后我还是就是正常，然后少冰。会不会甜？会，但是你应该觉得还好吧？我觉得很甜，因为我记得好像人家说台中啊，他们的正常话其实会比较甜一点。哦，所以我应该用八分。那你干嘛？你要没有你的。那个。哪个？因为你记得我就是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啊。对。他的附的红茶也很甜。超甜的。我觉得 so sweet， 加要买一堆冰块来套这样。那可能我们再摇一下这样。对，再等他一下下。好啦，但是所以可能来的话要点。八分还是五分吧？我觉得半糖。好吧。对 ，OK。哎，你在吃什么？鸡脚啊。哇，这么会啃鸡脚。好吃哦。嗯。是不是要多买一些？好像觉得好像应该要多买一盒哎。因为鸡脚不是很多。你看你儿子可能这样子。Oh my god。比较想要，可是那个什么东南大学鸡脚。东南大学是附近吗？来出发。OK。站。站。公鸡，小公鸡。我们到现在才走一半而已。还没啊。哦，这边卖果冻。几个果冻啊？文具。哇，这文具也太便宜了吧！大家又用不到，而且还有很多小饰品。对啊，你有兴趣吗？看一下。妈妈去看视频。那你帮妹妹。对。看一下。嗯，白色的碗那位。
去吗？好多人哦。来，那我往前走。啊，捕梦网。他又要做脖子吗？想吗？那我可以给你做，来，我来，我让阿 U 做脖子。这里你光的时候会看到耶稣啊，这个你光的时候他们的脸会亮。多少人啊？超多人。他是干嘛的？放头发的嘞。在我手上。可以啊。他那边其实蛮多外国人的，他们就是放照片啊，或是自己用手环啊，然后你买了这个，然后看给他多少钱都可以。哦，真的哦。你看他上面有写。好，妹妹，妹妹，放放放放。好，阿 U 坐车。阿 U 坐车了。你看他们那个。赚到。可以去拍。这是他去拍的照片，是不是？是应该是他去拍的作品吧？但有点像明信片。是哦，厉害啊！好累啊！继续往前吧。来，这个时候车子很难推。这时候我们需要我们的摄影师，摄影师拿着，你坐车子要拿着，都要拍到我们大家。有拍到我们吗？有拍到吗？对，很好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很好。哦，就需要你，你拿着要对着，要看到我的头，你的头哦。而且要跟大家聊天也可以。妈妈走了，妈妈走了，没关系，看你帅帅的脸就好。啊。呵呵呵，这很多耶，来，这种我老婆就有兴趣，这店蛮特别的。妈妈在抱着你，小心眼镜哦。哦，蛋蛋哥的老婆。那我买酒。看见吗？太太。